Andrew. Party on the road for the winning is 64 kilo. 174 is for all the men. 174 is blind. 23 is yours. 27 wins, 7 loses, 7 KO. From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, I give you Wong Jiwei. Hello. 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阿扎西木图，翻龙破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河南卫视武林风天津站的比赛，我是现场解说蔡志贤，在我身边的是方便。大家好，我是方便。好，现在红方是王志伟，蓝方是东本央贵，比赛已经开始了。哦，上来这个王志伟的一个后低扫可能踢到对方裆部了。是啊，这个东本央贵跟刚刚上一个大海一样，都是空手道选手，但是他们来自不同的训练体系的。目前东本央贵是跟一位很知名的叫伊泽波人是同团队的，是 always 团队训练做得很足，然后呢师兄弟呢互相平时对打就是以 KO 对手为目标，都是下手非常的狠的，在底下对打的时候就是以 KO 为目的，对他们馆里面的风格就是狠。两个共同的对手都是这个我们的泰斗，在王志伟也 KO 过泰斗，我们的东本央贵也 TKO 过泰斗，非常重后中朝，哇，两个都一碰一的，紧张起来。是，那东北央贵的拳法很重，要小心一点，而且是反架的。然后呢，我们东北央贵还有上下两段的一个后扫踢，所以呢，你不容易判断。哦，刚才的后中朝非常重啊。是，王志伟不能放松，还要紧张起来。对方拳跟这个腿都很重，双方现在其实还是在试探的一个阶段，是啊，并不是特别重啊。好，顶膝没有顶正，现在是李阳娇一推开，哦，还好，要小心对方推你就要做动作了。是，王志伟还要灵活起来。是，哦，转身的臂拳，但是刚好被躲掉了，是太可惜了。其实可以多做一做，是。那王志伟还有好几招吧？啊，转身边拳啊，好的，打个迎击。哦，这迎击打得很准啊！王志伟一个挑衅，你来呀，你来呀！其实他的后置拳已经在等好了，是啊，打这是一个陷阱。我的对方力量蛮大，对方力量蛮大，是他每天都在做那深蹲了，这些力量训练的。啊，王志伟想打迎击，对方是做防反，两个人斗智，是。好，注意迎击啊！啊，顶膝迎击。对，就这个顶膝。是王志伟的膝法，好几种线路啊！哦，还会双飞膝，有时候是改变一下路线，跟改变一下高度，还有改变一下时机。其实对方的这个，哎，哦，第二次的膝法，这是王志伟的这个特点，就是全接膝。对，而且膝的路线呢、啊、非常的多。啊，对方抱架下来了，有漏洞了，其实。对，可以注意迎击。哎，转身。其实可以跟个后边拳嘛，是他以前会跟的。哎呦，故意要玩他，故意来，啊，好的，哦，王志伟又给对方挖了个陷阱，是是，你来呀，你来呀，对，其实前半天已经准备好了，这一次王志伟看能不能进行比赛了，啊，王志伟，今天非常的自信，是，他是故意耍对方啊。抓住机会，有机会，对方高手，高手，对方困了，高手困了，有了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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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王志伟真的赢得太漂亮了，对，今天打得非常的聪明，我觉得就让这个日本选手倒在我们的面前，是啊，差一点点挖了两个陷阱，让对方故意跳进来，是不是啊？这开始变得有点奸诈了，是吧？对对，太好，这就是变得成熟了嘛？是是，这就是年轻选手进步的地方。就是纯技术、纯力量的话，对方可能跟他差不多，但是呢，他玩心理战了，是赢得太漂亮了。这个令人非常值得再一看再看的比赛，尤其各位要去揣摩一下这个王志伟他的一个心理战。是。哇，堪称今天的最漂亮的一场比赛。尤其是王志伟在顶着对方让对方来打自己的时候，太妙了，对，太妙了，对。我回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53秒，红方 KO 对手，比赛结果红方胜，Red Corner win。